哎，小哥，这些东西够你吃一个礼拜的了。这些碟片我先拿回去看。要不你陪我出去转转？我不想见人。不想见人？哎，对了，我这两天要回趟老家，有样东西不方便带，先放你这几天吧。嗯。 哦，我一会儿找人给你送过来啊。什么东西啊？送啊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爸爸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甜甜，坐着吃饭。你不是回来吗？吃吧。 周峰，我想清楚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。昨天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只要迈出这个家门，咱俩就算离婚了。咱们别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事儿，好不好？你还知道有孩子？ 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去睡会儿午觉，然后做作业，好吧？嗯。嗯，乖女儿，去吧啊。嗯。周峰，咱俩以后约法三章。 谁也不许在家里提离不离婚的事情，尤其是不能当着孩子的面，这样会伤害到他。我伤害他？到底是谁在伤害这个家？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聊聊天吗？干嘛非得吵架啊？啊？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 我是在办公室了，谁能证明？这没人能证明。我就知道，周峰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搞不清楚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你这么猜疑我？啊？你干什么了？你自己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和对不起这个家庭的事情。 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叫“无风不起浪”？你知道什么鸡蛋招苍蝇吗？臭鸡蛋！周芳，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言行举止，简直就像一个村妇。怎么了？我就这样，看不顺眼你滚呐！ 好，再见，上课吧。哎，不，怎么是个活的呀？你也没问是死的还是活的呀？你不知道我怕狗吗？ 狗有什么好怕的？要不咬人。哎，不行，我快把它领走。哎，不行了，我来不及了，我现在要去机场。你先帮我照顾着我几天，回来以后第一时间就去啊。哎哎哎，信号不好，喂喂喂。哦哦，别动。
没吃饭呢吧？你吃什么呀？这你能吃吗？你还真吃这个？你也是一个人吃饭，我也是一个人吃饭。要不然我们俩交个朋友吧？我们俩一起吃。我亲自把他送到学校门口的，会不会是让他爸爸临时接走了？喂，甜甜跟你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你快回来吧，甜甜不见了。甜甜，甜甜，甜甜在哪儿？甜甜，甜甜，甜甜，甜甜。别说了，孩子不会丢的。你说我干嘛呀？我干嘛？妈妈不能让他直接走。王老师电话。喂，王老师，怎么样？啊，哦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我们已经报过警了。谢谢你，王老师，谢谢。所有家长电话都打过了。我干嘛不把他送到教室里啊？我还想找不着我。天哪！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啊，别哭！放心，不会有事的啊！别哭了，我们现在赶紧想一想。我们赶紧想一下，孩子有可能去哪儿？我贫血和脑袋的出去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老公，他不会被人贩子给拐走了吧？我爸，不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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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芳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很少带他出去玩，所以他一个人出去玩了？我们现在想想，他最有可能去哪去？儿童乐园，儿童乐园。甜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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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甜。甜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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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吓死妈妈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吗？啊！告诉爸爸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为什么没去幼儿园？我不想去幼儿园。为什么？我怕同学们都笑话我，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。谁说的？爸爸妈妈不是在这儿吗？可是你们
是要离婚吗？爸爸妈妈不离婚，不离婚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妈妈呢？妈妈跟爸爸再也不吵架了，好吗？大哥。大哥要嫁一百年不许变。甜甜找到了，要不然我死的心都有了。老公，老公，别哭了，都是我不好。老公，有你真好。好多天了，让我去超市吧。你去吧，我躺会儿啊。哎，你给我。不给。哎，你把手机给我。不给。李蕊，你快点。来了，别着急。他就是蕊蕊啊。小北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了？我连超市都不能来了。哦，能来，能来，能来。我介绍一下，我老婆郑小北，这个我朋友李蕊。怎么你发烧了？我不是你老婆，是你前妻。啊，是。错了，不是朋友，是女朋友。小北你好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。是吗？我也早就听说过你，只不过今天才知道你姓李。啊，是吗？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呢？我还有点东西要买，那你们先忙吧。对了，方斌，几天不见，你这残的厉害啊，注意保养了啊。好，走吧。人大概都有这种时候，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十分陌生。你走进家门，发现这个你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家，跟别的家其实也没什么两样。你拿出那把雷同的钥匙，开了那把雷同的锁，你用那种雷同的姿势，脱了那双雷同的鞋，紧接着就看到了等在家中那个雷同的人，或者那种雷同的工况。喂，你在医院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
阿姨，我最近太忙了，都没得时间来看你了。哎呀，你们忙就不用来了。是啊，随时送个饭，煲个汤，偶尔还搞点破坏，哪有时间啊？哎，胖子呢？哦，他昨天晚上在这陪了一晚上，累了回去了。阿姨，你多吃点水果，对你身体可好了。嗯，谢谢。嗯。阿姨，这是我买的香蕉。阿姨，我给你买的是提子。这些都是我买的，我的都是进口的。你们俩这和好了？怎么可能啊！阿姨，我先走了。阿姨，再见。阿姨，我爱你。哎，他们两个咋个了？蔡锦。是吗？没了。你还没吃饱吧？要不然我给你煮饺子吃吧。喂，丽丽，你的狗叫什么名字？怎么可能？你的狗你不知道它叫什么？那行，我给它起一个吧。哎，男的女的？哦，你快点给我回来啊！赶紧领走。嗯，旺财。小虎，小五，小六，小七，小七，小七，好吧，你以后就叫小七喽。你别动啊，我煮饺子给你吃。坐好，你饿了啊？你又饿了？你还是想跟我玩啊？嗯？喝酒，接着喝呀！接着喝，喝酒。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？快坐下。怎么喝成这个样子？我去给你倒杯热水啊。没事儿。啊，接着唱，甭管我。哎，来，先喝口热水。我不喝热水。喝口热的，胃里舒服一点。听话，就喝一口啊。哎呀，我不喜欢喝热水。反逼你干嘛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最不喜欢喝热水。我以前喝多的时候啊，小北都拿杯冰水，放到那个冰箱里。给我冰上，我要喝冰水，冰水。冰水，冰水。
干什么呀你？你不是爱喝冰水吗？不让你喝个够。疯了吧你？对，我是疯了。你一天到晚小北小北的，你有完没完？你那么离不开朱小北，你干嘛跟他离婚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李蕊是爱你，但我不是你失忆时候的借口。我不跟你说。樊斌，樊斌，樊斌，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你就别给我回来。你这有车不开，每天陪我走路上班，快走烦了吧？啊？一点都不烦。啊？嗯，跟你在一起感觉好满足，好开心啊！有时候有在想，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哼，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是什么样子啊？没有啊。没有？那我们干嘛呀？我愿意。什么你愿意？我就特别想知道，将来有一天你跟我求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你听说没？那个玉树临风的陈医生，竟然是个同性。这年头有什么奇怪的？满大街都是啊！那可不一样，是也就算了，可明明是还找人结婚了，这不是祸害人家吗？难怪说帅哥不需要女人呢。陈医生好。小峰，怎么听得这么别扭？你平时不是叫我程医生的吗？周五出去喝一杯吧。喝酒？平时没听说你喝酒啊。偶尔喝一点，周末嘛，放松一下。哦，咱们打分什么周末呀？啊？就周五人多。哪儿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呢？小七。我今天给你买了你吃的东西，是不是这个？还有呢。我给你买了张床，来，你以后就在这上面睡觉。来，上来。哎，来，趴下，趴下，真乖。还有这个。握手，哎，那只手，真乖，来，好，陈医生，怎么样，环境不错吧？通常来。奇怪的哈，怎么一个女的没有啊？全男的。你以前没来过这儿？没有，我很少泡吧的。那总听说过吧？没有啊。这是什么？特定的男性商务人士吧？还挺幽默。哎，打一张，去去就来。啊，弟子，一瓶啤酒。谢谢啊。一个人来喝酒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朋友。哦，跟朋友一起来的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能留下你电话吗？我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妹妹加比埃拉，国王和那瓦尔夫他的朋友回来了。好，那我想请求您的服务。来，把鞋换了。妈睡了。睡了。给你准备的水果，来坐下。嗯？我不吃了。吃一口嘛。真不想吃，真不想吃。怎么啦？你心情不好啊？啊？哎呀，没什么。就是最近有一个同事有点不太正常。不正常？什么意思？啊？
现在这种人不是挺多的吗？太正常了。关键他觉得我也是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觉得你也是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最近医院的人见了我的态度都特别奇怪，以前都特别尊敬啊。那现在呢？说不上来，不是，是不是他们觉得我跟他一样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不知道有我的存在吗？我是你女朋友啊。说不定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女朋友，才这么看我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啊，你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女朋友，你这不是祸害人家姑娘的吗？还说什么？说这些还不够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谁先传出来的呀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不是我总不能挨个去问吧？倒显得我气急败坏的。你看，你不是挺明白的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谁能不说别人，谁又不被人说呀？你想明白就行，过你自己的，别太在意了。嗯，别生气了。你看你工作了一天也挺累的，还憋一肚子气，干嘛呀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我妈要来了。啊？啊？你妈要来啊？嗯。老姜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这飞机本来就误点一个多小时，你到的比我还晚，堵车嘛！妈，你气色好好哦。行了行了，别插科打诨的了。阿姨好。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程小峰。哦，我知道了知道了，这是你以前跟我提过的那个医生朋友。哎呀，老姜，你记性真的是太好了呀！你干嘛呀，愣着？好好好，阿姨我来。好，我现在走淑女风了啊，淑女风。走。姐，这回玩的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你别转移话题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次把我支出去，是不是为了跟他好？哎，还有，你这一身打扮，是不是为了他打扮的？姜还是老姜辣啊，聪明睿智，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我告诉你啊，帅不帅并不重要，关键的是喜的不是真心爱你。就像我和你爸，你说完不完美吧？到头来还一拍两散，这个老东西也不知道神经哪根错乱。好了好了，就好了，我们今天不提他，不提他，行行行，不提他。哎，我告诉你，闺女，自己感觉开心幸福是最最重要的。同意了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什么时候结婚？什么？你干嘛呀？冲冲喜。妈同意了。冲冲喜什么意思？冲冲喜你都不知道啊？就明目张胆洗洗睡呗。这边请化妆。这边请化妆。哎，这人谁啊？这是娜娜。娜娜。哦，娜娜。哎，她怎么在你们这儿卖酒啊？刚来没几天，怎么化妆？看上了？啊，没哪的事儿。我一朋友的朋友，哎，谁介绍来的？北京万姐。万姐，得，我知道了，你忙着吧。晚上好。哎，林老板，林老板。黄总。韩静呢？楼上呢？哎。呦，韩大小姐啊。你呀。好久没见。哎，小丽呢？真让你说着了，出去单干了。啊，真走了。你说一个人说话总是拐弯抹角、吞吞吐吐的，是不是活得忒累啊？不是，我这不也不确定吗？我就听到点消息来给你提个醒。你消息还挺灵通啊。还行还行。哎，最近这个工作室生意怎么样？一落千丈。不能够，韩大小姐一露面，那人还不得跟蝗虫似的，乌泱乌泱的赶过来。最近玩呢，顾不上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这个爱说不说，不说你就走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昨晚上去夜总会了，见一个朋友，
你猜，我碰见谁了？在那能碰见什么好东西？王媛儿，他妈在医院里躺着呢，他哪有心思去夜总会玩啊？真逗！我跟你说，他不是在那玩，他在那卖酒。你胡说吧你！你看，我问了那个部长，说他在那干了有一阵子了，是万姐介绍的。我猜你就不知道啊！哎，今儿我来啊，一是主要来看看你，二呢，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？反正都是卖酒，干脆去我那儿干得了。你怎么不自己跟他说？这不是万姐介绍的吗？我这要直接跟他说，万一万姐知道了，准得不高兴。你今儿就跟我说这事儿？不是不是，我主要是来看看你。再说了啊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来我那儿干，互相还有个照应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知道。嗨，聪明人。我一提你就明白，滚！啊，我说滚！得得，老花啊，最近怎么没听你提我们家老爷子呀？老爷子？嗯，以前见面就提，跟屁虫似的。怎么了？我最近有点忙，哎，回见啊，回见，回头聊啊，再见啊。像有人欠他钱似的，不认识。先生，这是你们要的酒。这酒多少钱啊？2888。够坑人的啊。美女带的酒就是不一样啊。先生，你们要是喝这个酒的话，开两瓶这包房费是8折。如果你们喝不完，可以存在这儿。这酒啊，贵是贵了点，我要让我买也可以。来，这样，你喝一杯，我买一瓶，你喝5杯，我全买了。好啊，好。来，喝不？你喝我就买。行，我要是把这一瓶儿都喝了，剩下3瓶是不是就都买了？买，没问题。你要喝我就买，你喝。行啊，都是站着撒尿的，说话得算话啊。算话。喝了啊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我把账单拿过来，你们签一下。各位爷，好好喝，走。至于吗你？你缺钱缺成这样？我就是缺钱，缺钱也不能夜场来卖酒啊！我卖酒怎么了？我杀人放火了？我坑蒙拐骗了？我再说一遍。你是不是因为你妈住院的事？啊，是不是因为你妈住院的事儿？
我有钱，我真的有钱。来，拿着。我不要。拿着，我不能再要你和小北的钱了，你们已经帮了我够多的了。拿着，比你卖酒来得快。让我不要。拿着，韩文静，你要再这样的话，别怪我不把你当朋友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这个人啊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们说。你要真拿我当朋友，你就应该告诉我。你什么事都跟我说了？对啊。你跟樊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跟樊斌的事我跟你说不着，只能周小北自己悟。只有他悟出来了，这个事情才有意义。周小北，小北怎么了？你跟周小北说你在这卖酒的事吗？没有，这事我谁都没告诉他。太好了，你只要没告诉他，我就高兴。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我不反对你卖酒，卖酒挺好的，有酒喝，有钱挣，挺好的。今晚我陪你卖。你得给我提成啊！哎，来，你让我把这酒吐出来，这不行！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啊，对不起啊！喂，我回来了，刚下飞机，你在家吗？你可别来找我，我现在婚也离了，朋友也绝交了，心情很不好，万一一不小心再把你给非礼了。那你不早告诉我，来不及了，我快到了，拐弯了。什么叫拐弯了？哎，你开车就别打电话了。到门口了。Hello， 怎么回来了？啊，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。我来接口的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你不是要走好几天吗？我着急啊，我怕你们俩互相虐待。哎，没有。起名了吗？起了，叫小七。哎呦，小七。小七，走吧，小七。哎，啊，他还没吃饭呢。哦，吃饭了啊。来，小七。来。李李。嗯。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问这干嘛呀？得有七八年了吧。对呀。上次你让我去北京帮忙，我是不是二话没说就去了？哎呦，您那是二话没说呀。哦。想管我要寄养费是吧？提钱干嘛呀？多俗啊！那你想干嘛呀？你要不然把小七给我养吧，这两天都养出感情了。那不行，我也喜欢小七。走走，吃完了吗，小七？吃完了，吃完走吧。走走走，其实挺好的。走吧，走，小七，乖。你看他都不愿意跟你走。谁说的？李李，站住！干嘛呀？李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俩各养一个星期。那不行。你太残忍了，那小七跟爸妈离婚了似的，多可怜啊！那你要怎么办？要不然你跟小七都去我那儿，你方便我也方便。你还想人工两得？我跟小七只能选一样。小七留着，你跟我走吧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看把你吓的，我也不是那意思。走吧，咱们俩出去转转吧。